你早。今天是6月6号了吧？嗯。怎么哈？今天洗过澡了。对，六号。2016年6月6号，哇，这么多六啊，六六大顺嘞，哈、哦。今天洗过澡了，哦，洗过澡了，不怕不怕哈、哦，没事。你今天还是10点到那离开吗？可以拖一点点时间吗？4点半要起来了，因为还要喝水。还要上屋子。你今天很力量啊，会拉了。力量会来，我觉得随便你摆布啊，突然间他会让这样，是这样。你在用力。会用力来是好事情。要是在反应了，我来，你反应咯，在用力咯，它不是僵硬的，它是在用力拉，回到。妈放轻松。嗯。不要拉紧了。放轻松啊！放轻松。放轻松了，那个王群光诊所这个礼拜在装修，所以没有看诊，所以我是挂号到下礼拜三3点。他什么意思？王群光。王群光。内部整修。他原来350，现在涨价700块。涨个。
自己的那个背哈，我每次去游泳，我都有请那个救生员帮我看。他说现在呢，那个背有那个凸起的地方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对，但是还是有看到。然后他说他看到我游泳的时候，这只手还是会砍砍，还是会砍砍。那我自己觉得说，你要多做那个肩膀。对，他们是建议我不用做这个旋转肩膀，手肩旋转。像我这样做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这边这边这边，然后咔啦咔啦的声音都有。就是我这个地方，这样我没有办法。他说要很高坑，但是我这边就是没有拉，就是没有办法很大幅度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就要多做这个动作，这个肩膀的动作。做蝶式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拉得很高的那个，那我这个他拉，这个他拉不起来就卡了。所以他们建议我就平常多做这个手肩动作。他年轻的，他们都挺细，他们说不大啊，不大。那我也是想想，我们平常很早就手肩，肩膀很少在用，很少在动。上次我去，上个礼拜天嘛，去游泳啊，去那个，不是上个礼拜天去宜兰游泳啊，游3000公尺啊，对不对？对呀、还有3000。那我有跟他们建议，说是不是让我们年纪大的人跟身心障一起下水？因为游的时候旁边都是那个一只腿那么粗的，看着腿踢过来都嗲嗲怕被他踹到。我说请他们去考量有没有可能让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泳者可以跟身心障碍的一起下水，这样。有身心障碍。但是有身心障碍的去。对呀、身心障碍的是7:30下水，我们是8:30下水。正常。正常我们8:30。那他就是要让他们这样，因为他们有可能就是更好一点。那也不希望他们跟一大堆人一起在里面游。所以如果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游，就不会担心这个事情，而且7:30游，运气也比较凉爽。游起来太困花了，不要看到那都是到处都是人，对不对？差不多多少？几千吧。几千。我没有注意在听，反正海里面都是人。前后左右弄起来，捏起来不是很舒服，对不对？妈，你女儿不错吧？60几岁，而且有还有呢。明白了哦。下水，
我们对我们那车里面下水年纪最长就是我的。就是你。最老的下水的就是我的。你不知道男生里面是不是也是，我也排蛮前面的了。结果我上来的时候是第13名上的，一共二三十个人下水，我13个上，第13个上的，不错的。他们说，江大姐游的不错呢，这么快就上来了呢。几百公尺？3000。3000了。几百。那你要多少时间？大概8:40下到水，然后上来是10:15，差不多要1个半钟头。这个礼拜三，这个礼拜三要去洗牙了，对不对？上个礼拜三要去洗牙，就那医生有事，医生有事。多久洗一次？2个月可以洗一次，因为那是极重度。我们一般人是半年洗一次，肩膀几副。那有身心障碍手册是3个月几副。集中度是2个月，对，人家都有算过的，那为集中度的话，很困难。以前他们都是用那个叫做海绵棒棒的，像30张那种，黑模特拿来的，医生说还是要用牙刷的，那个用海绵棒的模具替一个脑子用用海绵棒。我们有牙齿的人，要用牙刷，所以我都跟他，我都有跟他。是用那个机器，震动那种。不是，我就用普通的，自己手动的。对，自己手动。医生跟我说，他们有做过研究，那个有洗牙的，跟没有洗牙的。的对照就是 有洗牙的呢，他口腔比较干净，他住院跟看诊的那个比例比没有洗牙的人10%降低很多。因为有菌或者什么，你牙齿很坏掉，有那个鱼齿。还有或者是牙周病的，对心脏不好。反正他们有做过研究了，老师说他们有做过研究，或者医生、牙医师，我们那个牙医师是专门看身心障碍，一个礼拜只有来一次。哪一个医院？住校。住校。只有一个早上，一个礼拜一个早上。排得摸，如果你这个月跟你约好的时间你没来，那就下两个月，这个月你就排不进去，因为大家都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排满了，没办法插，大家都满了。那几点？我都是跟他约9:30。看你预约了多久？半个小时。但是我妈妈的情况很简单，她10多天就好了。我妈妈就是刷刷牙、洗洗牙，就是上下那个床那个时间。真正洗没有很久，
我都有给他，每一次都有给他做记录。紧张不紧张？这边肉都好硬了，啊，紧张就会硬哦，紧张肉就会硬哦，是游泳比赛，我那个蝶式100公尺那个游完，游到70就不动了。那他们说我们去参加那个海泳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今年要参加新北市的城市杯游泳比赛。我说哎呀，我也有分龄吗？也是，成人的一定要分龄。不公平，没办法比的。那结果我就说，我也要参加，要再去参加100，也是。再挑战一次。那这次，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就会去，就会注意了，就会注意，对不对？妈妈，我要再挑战一次，今年。其实我已经这是第三年了，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游到最后70公尺，剩30公尺，我真的没力了。可是我就一股好胜心，我就撑着，结果就是用撑着的方式把最后30游完，很辛苦的游完。我游完的时候上去，那个审判长跟我说。你先行面罩比较窄，你说我脸都白了。结果第二年我就没有停下来，我就游完。可是今年呢，又游到那里，我又瓶颈了，我又游不下去。但是今年没有那个意志力，就用蛙式游回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跟你的那个毅力有关的。
因为你真的没有力的时候，那个姿势是错的，要用错的姿势再滑30公尺是很辛苦的，每一步都是，每一个滑水都是很辛苦的，嗯，就好像不想要那么辛苦，就算了，就用那个蛙式游的。你游最轻松是蛙式。我其他的都很轻松。当你学蛙式的动作是什么？那个蝶式。那因为我都会了，三种都会了。然后看人家在游蝶式，羡慕啦。那你那位马先生可以蝶式。我最近都没有看到他，可能时间不对。刚开始游蝶式的时候很好笑哦，游了半天哈，就好像一片树叶一样在原地这样子荡，那都没有前进。刚学的时候。哎，我自己就觉得很纳闷，怎么，好像游半天好像是原地踏步一样都没有前进呢。但是后来会前进一点，就觉得哦，好棒啊。会前进的。你那边有教练吗？我没有请教练。哎，教练1个小时1000块。你可以去跟那个陈和睦去。想开始虾米吧。对，师大体育系系主任。那他一定要3000块。不要不要，我给你介绍的话不要。真的。真的。为什么？他是我的饭场。哦。也是我那个立冬正品啊，中华协会的常委师。真的哦。真的。他现在不在哪里？是不是在师大教？师大用的。非常好的 nice，很热心。哎，你那个绿动政体开会什么时候？9月11号。嗯，你到时候再去看看。嗯。OK， 你特别介绍。嗯。9月11号不行了，我都比过了。啊？比过了，对，好像半月就要比，到底什么时候比？那是游泳教练。那个以前师大的体育系系主任。哦。那他是游泳的吗？他是游泳。他是游泳的，专门的。因为运动也是分，也是分门别类的呢。你会跑步的不一定会游泳。所以他一直当那个师大那个体育教练。他专精游泳啊？对，游泳，教练。本身游不游不知道，他像 speed 的那个教练，他就旱鸭子。嗯。speed 的教练他不会游泳。嗯。有的会当教练不会游泳。嗯。像那个棒球的那个教练啊，不见得是棒球选手出身。
然后呢，他太太也调整，已经要双倍痛。这样，这转折的地方在哪里？从那个出来。你讲这样？对对对，从那个出来。可是它，调线嘞。这个电视很准。你是不是说不要来回？啊？这个不要来回。那我可以，怎么弄都可以。哦。不是不要立足，你不需要很立体的，轻轻的划过。江老师，他特意去英国学会的。经理，已经
有感应的有感应的有感应的然后有感应会怎么样会动动跟上来是动静的那个肌肉会跟上然后就把那个肾因为我们会经常做一些他在做一些筛选然后就混合就变成一个复方针你要针灸针灸针灸后背放了到后背吗你给他肚子给他肚子带下这个完全啊，就是对。那个也是啊，后面啊，那肠胃里面和肠胃被对的意思。通常都是有边界的明白啊。对，就连骨汤里的事情。对，有边界的明白，因为挺安全。常常讲啊，两种人我救不到、啊，一个不相信，一个是懒。基督教常讲，啊，信我得有福，不相信你什么都救不到。再看一个日本连续剧哈，就连续小说，这是一个日本青年，他对酿造威士忌很有兴趣，就是跑去威士忌的原乡啊，要苏格兰去领那个，拼命的把那个酿造的技术学会带上，他立志要成为日本第一个酿造威士忌的。然后我就要换一段子。他相信会成功。就他也另外一个，就是他娶那个苏格兰女孩子为妻，有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样子，就是媳妇非常的好看，一路跟他支持、赞助，精神上的赞助。那个媳妇也不简单，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立志要当一个真正的日本太太。他的那个婆婆，黄导，就不认同他，就跟他说，一盘豆子是假的，就他讲不起来。
觉得要努力，要去到了快点过问了，去问月朋友，从什么地方开始去煮饭开始。那有一个很好的小姑娘，本来那里不是小姑娘，那个她的那个先生呢，日本人嘛，有个很特殊的习俗，自己的小孩子呢，不在家里工作，而是送到同业那边去接受训练。弟子而教，中国古书。弟子而教。那台湾中，台湾现在都没有啊，中国都没有啊，自己的孩子自己在家里。以前古书都是这样。日本人。人家优点他都学了，你学校练习一下。学校就跟你爱。就跟你爱对。那些员工也会搭子。那个一直叫他去那个工厂，那个工厂的老板是，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很不错，那给他换一个，换一个。